还是上把那个策略，退三步先回家。 不能换血，没什么意义。哎，我漏了一个，那个血是 Q 了呗。First blood， 他有补刀动作就往前，别让他那么输。 被打了一下，下毒要下路，感觉。这狗熊做大牢了。 小花生，痛苦面具，贼难受，变成啥？红 buff 呀，那前期带一个红啊。 有点小失误，但还好。我这里没等他盾消失就拍他墙壁了，他这里那个盾把我的伤害全吃了，但是还可以，他也一样爆炸了。下波他到六级，丢丢啊啊啊！打得太好了，太好啦！难抢，兄弟，我操！
他打我，说实话应该带个疾跑。他带闪现是没用的。很痛苦，他在等这个瞎子。很痛苦，兄弟，他需要一个人来帮他。他这东西想打我，就只能带几头。带闪现是没用的，我要把他秒杀。我操，生气了，那么生气。没办法，你把我的剑魔办了，我只能让你感受痛苦。是他补不了刀了，已经慢慢打的，已知我们是优势，那就慢慢打，你不要想着去杀那种，你把他吊着别杀他，让他多痛苦一会，这样不止他痛苦，他队友看着他也无能为力啊。当然主播并不是远程狗啊，有剑魔玩我肯定玩剑魔，但是没办法，主播并不是一个远程狗，知道吗？远程狗，那是不算射手的啊！别乱尬黑了，坏了！先走，一下，两下，三下，一。我 AD 板，哎呀 ，AD 板，哎呀，你干嘛？哎呀！AD 板，操！미쳐날뛰고있습니다 Double kill. 他他妈直接走不就好了？你回头 A 他干嘛呀？打不死的，他有红惩戒啊！那么犯贱的啊，这小明剑魔，真的是头猪啊！真的是一头猪，猪，真的是一头猪，大肥猪，玩的英雄也上头猪，真是，玩的英雄也跟条猪。那我的技能可以叠三皇了，这是他跟威恩不一样的地方。哎，其实这两个英雄差不多，我觉得那这威恩是要强一点点，不止强一点，
我觉得那简直强大了，强多了，强太多了。有秒杀吗？我想试一下 ，Q 一下，没中。哇！全攻了。 我杀他不需要用我大招，而且我大招好得很快。什么叫痛苦？这就叫痛苦。关注一下啊，学一下主播的那，但是你玩这英雄一定不能着急，吓死在这里。 妈，你还跳，你想把我阿闪回去了？给你机会，给你这个机会。强将你这么强，我是百分比不怕的，而且我是百分比魔法伤害，我的三环是魔法伤害，应该很少人知道纳尔的三环是魔法伤害。 千玉，我的兄弟。 你等一下嘛，真是，哦，这不秀完了，哦，死光了，这波没办法，狗熊那口咬我太痛，狗熊的口咬我太痛，而且我没买装备，他身上3000块没刷屏，等下一波吧，怎么又有狐狸啊？我也不懂，韩服的人好像对这个英雄有执念，很喜欢玩。 干他呀！妈的，你怕什么呀？啊，弄死他！我来了！啊，打打，你要干嘛？要干嘛？要干嘛？飞尸，你要干嘛？要干嘛？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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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们要干嘛？啊，你们要干嘛？告诉我。 操！我妈那两件套想干嘛？15分钟放掉。小黑子，没有啊？怎么就小黑子？我只是问他们在干嘛，这就小黑子了。先别急。 还可以再杀一个，来拿下，兄弟们，把你们关了。